真的很难凑。这套游侠打法特别简单，前期林地，前期就林地过渡，然后中期转游侠，后期把前排的卡一搜就无敌。风是闪避，又糊了，我感觉。特别厉害，这个皎月，这个皎月是最厉害的前期打，就是那个什么打工卡里。没有人会逃出我的掌控。就反正就很厉害。贼厉害，
哦，没结账，上一盘，开个新盘。他是三法师，不用 bug， 不用个 bug， 我知道，我听观众刚才说了，但是我不想用 bug。不想用 bug， 不用 bug 好不好？咱们不用 bug 了。用 bug 没意思啊。三光没什么太大用处，三光羁绊很弱的，就是那种血妈弱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叫血妈弱吗？三光的羁绊只有加10%的攻击力，就不是特别好。而且三光强的是有掘墓人的时候，死了人，所有人加血还能复活出那个小，复活出个小弟。这样，不是，你知道玩一个游戏它盘盘吃鸡有多烦吗？我现在玩这个游戏就盘盘吃鸡就很烦。然后我为什么老玩游侠？我就想希望碰到一个什么什么组合可以克制一下这个游侠，但哎呀，但很可惜找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克游侠，现在就找不到。哎，我操！别大哥，怎么不掉装备了？哎，好好的，怎么不给我掉装备啊？哎呀，不掉装备，我操你！
对，没有海克斯了，所以站位就随便站了，真的舒服。没有没有没有海克斯就舒服多了。没有骑士了，你们说的那些都没有了。那个类似于骑士的是守护者，守护者是乘以百分，就是守护，就是守护神，他就是获得护甲。哎，我其实可以玩无敌布隆，说真的，我其实可以玩一次无敌布隆。这个版本玩无敌布隆应该挺厉害的，我其实都想到怎么克制游侠了，但是光是无敌布隆怕是打不太打不太能打得过。召唤流中期会很强，召唤流中期会特别强。我想了想，可以六守卫，然后六守卫，然后六守护双神秘，然后布隆的装备带个龙牙，带个反甲，带个狂徒，应该就是无敌布隆了吧。这个逼东西特别强，就这个东西，皎月女神是真的他妈强，无敌强，强无敌，真的强，太强了。皎月是真的强，主要现在还能加魔抗就很烦。薇恩是伊菲，薇恩还是弟弟。水圈能加魔法值，暗属性是刚开始游戏初期会加伤害，但随着那个时间的推移，它就会减伤害。但只要你杀死人之后，它还会加。就这个 B 是炼狱加暗，三属性。双暗英雄的时候上来加50%伤害，也挺强的，但是暗英雄就一般，不是特别搭。这个暗英雄，暗是有点类似于那个四帝国，有点类似于四帝国，杀死人之后全体刷新，到等你到4个的时候。
枣子哥确实还是挂件。要搜一波，我他妈七人口得搜个寒冰了，搜不到寒冰就拉了，就拉稀了。没玩召唤这盘，不想玩召唤，召唤又吃个烂分。哦，对，昨天还碰见一个他妈神装贾克斯，也挺恶心的。那个他妈神装贾克斯也挺恶心的，蹦大去了。我这个逼这么早就给结了，我操！搞东西啊，他是。八人口再搜了，八人口搜一波。老鼠看装备吧，如果我有无尽的话，我会培养老鼠。这电刀是为了专门打召唤用的，不出电刀打不了召唤，但是有了电刀打召唤特别好打。这游戏挺简单的，现在不是就玩游侠和召唤吗？召唤就是弟弟。哦，但是那种特别糊的法师召唤，他妈就挺厉害的，那种就治不了。去快乐吧，去快乐。
要打这家要用秘术打，法师伤害有点高，要用秘术，不用秘术不行，没有秘术打不过。主要这个他妈寒冰被秒了，寒冰要双水晶的时候才厉害，找个水晶去。找个双水晶，哦，找着了。我会粉碎他们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我这不是糊了。我这阵容又成型了，啊！我这阵容想的真的是无敌，真的，你们拿笔记一下这个阵容好不好？这个风女，风女对于游侠的保护简直是无敌的，这风女太强了，风女往游侠身边一站，刺客过来全都吹走了，还他妈晕三秒，不讲道理。我怎么这两张卡都三星，都两星了？我操！这两张卡两星了。哎，咦，我那我让他站在这儿吧。是这样就刷满了吗？那多不合适啊！那不是用 bug 吗？没刷满。还要上个拉克斯。哦，这个必给他放这个里，这个人就去浪就完了。应该搜个两星的寒冰和两星的这个，这两个是我大哥。我这个阵容真的是无敌的，我自己目前觉得这个阵容是无敌的。来自下水道里的，搜一下，钢铁，不要了。我们开始吧。易大师是真他妈没用，真的不想要。但是易大师两星了。搜不到，得搜寒冰和老鼠。老鼠他妈和寒冰怎么还没到两星啊？升九吧，要不升九算了啊。全平的基本，宝石一个大，风女开个大，基本上血全满了。
但寒冰伤害高不高？牛逼不牛逼？是时候了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那就单挂个两星炼金好了，单挂个两星炼金吧，就不要那个了，就不要拉克斯了。我还说搞个四水晶呢。我不知道我输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我输什么现在。林地拉克斯，终于有点乐子了。还差个老鼠和石头人。哎，我怎么紫卡没两星？这他妈橙卡全两星了，我三个两星紫卡橙卡了，无敌了。怎么办啊？我什么时候能不吃鸡一把啊？什么时候能够有个人告诉我这个游戏怎么打游侠呀、啊？我这个阵容是无敌的。又吃了，我操，好烦啊！